开尘封已久的宝库，探寻传统戏剧的最后遗存，聆听古往今来的风雨，欣赏大雅至美的最高品位。一场绚丽的文风武韵，拉开了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0周年名家名曲演唱会的帷幕，也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北昆一甲子华旦的喜悦。这是一场戏剧名家的群英聚会，这也是一场中国昆曲艺术、中国戏曲艺术文化的盛典。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昆曲表演艺术家邢金沙为大家演唱昆曲《辽杜庚》提曲，掌声有请。
絮语气江苏省昆剧院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为大家演唱昆曲《牡丹亭》惊梦片段。是
情下面有请上海昆剧团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为大家演唱昆曲《牡丹亭·寻梦》片段。
面请欣赏浙江昆剧团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为大家演唱《西园记》夜祭片段。小生自从小姐变身，做事莫想，心痛神伤，不为坚持居住，转眼又一两月。返襄阳过节，得来与赵老先生辞信，不想被他苦苦留住。这再待一日，就地重来，难免人迷讨。往日情事从我凄凉，小姐呀小姐，你为我一病而死，母语真能忍痛多深意。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常说昆曲集中国戏曲艺术之大成，历史题材呢是昆曲剧目创作的重要的源泉。北昆剧院成立以来呢，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历史题材的剧目，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琵琶记》《长生殿》《风雨送亲娘》等等。然而在这些非常经典的历史题材剧目当中，有一出戏非常的有特色，这就是原创历史剧《孔子之入卫明》，第一次把孔子的形象搬上了昆曲舞台。《孔子之入卫明》这出戏有很多大胆的创新，在故事情节、音乐、服饰、唱腔、表演方面都有非常多的突破，尤其是在音乐方面，除了使用传统的笛箫之外，特别加入了编钟、编磬、云锣等乐器，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古朴风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孔子之入卫明》当中的精彩片段。
什么？夫人毫不嫌道，夫子嫌道，若能多杀其中一人，夫子亦有护驾去京之大功。哎呀，半心儿就不在他身边，无意可谓经历了风风雨雨。昆曲始于元代，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一度风靡全国，到清朝末年由盛转衰。而这个古老剧种再次获得新生，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昆剧院成立60年来，经历了体制改革和经济大潮的冲击，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是十分的坎坷。然而北昆人凭借着那份坚守和执着，今天他们迎来了昆曲艺术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
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文脉同国脉相连，60年来一部昆剧15贯，不仅救活了一个剧种，同时还推动了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如今在文化部保护继承创新发展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各昆剧院团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那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欣赏艺术名家们的精彩演出。首先我们将请出的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玉文和他的学生们，共同为大家献上精彩唱段《刺虎》。Thank you.
下面请欣赏江苏省昆剧院昆曲表演艺术家石小梅带来的昆曲片段《牡丹亭》实话教化。啊，殷勤景色阴细，似有孤笔重游之道，边师之一碗流水壶。欣赏上海昆剧团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为大家演唱《牡丹亭》离魂片段。蒙蒙月色
会，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京剧院院长京昆梆子表演艺术家裴彦玲先生，我们掌声欢迎。Thank you.
演艺术家瞿玄和先生为大家献上朗诵《昆曲荣耀》。沧桑的路，600年的历史在舞台上写成了一部部经典。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路，60年的拼搏在舞台上铸就了一个个辉煌。400年前牡丹亭，300年前长生殿，200年前明清传奇，集百戏之大成，大雅之美，独领风骚。然而明清鼎盛，盛极而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是华夏文艺的悲哀，这是必须铭记的悲哀。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领袖言语犹在耳旁回荡。昆曲这门艺术不能任它自生自灭，于是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挂帅举旗，踏上征程。环境破旧，条件简陋，几代昆曲人风雨兼程，守住了高雅艺术的清贫寂寞，迎来了严寒酷暑的鸟语花香。单刀赴会巨精彩，牡丹争艳齐亮相，琵琶再续创新意，红楼寻梦玉满堂，多少部传统剧目重振当年风采，多少部原创新曲再创现代辉煌，终迎来首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前程似锦，一片春光。一带一路风雷激荡，誉满五洲昆曲荣光。北昆风雨60年，我们为你自豪，我们为你骄傲，甲子情深，使命在肩，昆曲之高雅，躬身在荣卓，那是民族的灵魂，融入着中华文化的自信，那是民族的气节，流淌着中国百戏的血脉喷张。观古今于虚云，抚四海于一瞬，谁为山高一击林之，谁为河广一席渡之，任凭狂飙风浪起，流于江山
放眼望，数戏曲风流，还看今朝，数戏曲风流，还看。